喂，打中翻啦，后面喂。2019时代足球联赛正式接受报名，欢迎登入网站浏览详情或致电查询。欢迎收睇时代足球总会二丙组联赛，深深会对蜜蜂军团嘅蔡佑精华。咁啊，深深会咧就着黑色衫啦，蜜蜂军团就着翻蜜蜂嘅黄色衫啊。咁啊，开波见到有球直线俾入禁区里边噶啦。推一个再推一下一射入波啦，蜜蜂军团早段已经领先1-0了，呢场波睇嚟好好打，2分0鐘嘅咋，呢球直线比得靓啦，不过都全靠欧景新嘅速度啊，八路禁区里面推一下未过都再推得下过埋啦，即刻嚟龙门諗住捉佢路射远处呢，佢就即刻射返去紧处，好兴奋啊，入波跳两跳先喽。咁啊，深深会之后就有个攻势喎，睇下佢点样做先，左路传返去中路啦，直接射埋去，呢球龙门都冇飞到噶，如果中嘅话系死角入网噶，不过可惜就系唔中啦。咁啊，最遗憾都系咁噶啦。呢球远射嚟，哇，有啲角度噶，见到龙门行出咗少少，有啲谂法，谂住甩一甩佢。不过呢度见到啊，呢场比赛节奏好快，深深会又压到对面禁区啦，一射龙门封到，解唔解到围啊？大作解围咧，冇问题。跟住呢边见到黄衫跌咗黑衫嘅波啊，又入到禁区里边再射入波，有啦，2-0啊！呢场波真系节奏好快啊，讲都讲到气咳，双方来回系好快嘅，你一个反击又嚟一个反击嘅啦，一接到又做一个反击嘅啦，真系好快。左脚一射啊，射翻去远处，何浩基啊入波啦，2-0啊！呢个时候蜜蜂军团领先到，之后去到下半场啦，咁啊黑衫开波啦，深深会开波，睇下深深会落后咗两球会点样做啊？咁啊，见到蜜蜂军团有球角球，一开埋嚟。一顶弹地再射龙门封到，咁理所当然会有第二个角球嘅，唔使气馁嘅。咁第二个球就嚟啦，再开一跳尾柱一顶有波啦，咁啊3-0咯，蜜蜂军团领先到，好开心啊！呢队波士气好好噶，入波咧系场边嗰啲观众席嘅队友都嗌晒，话 fans 队友全部一齐嗌嘅，全部有晒庆祝动作咁啊，好热情嘅一队波嚟啊！蜜蜂军团系，咁啊领先到3-0啦。睇下點樣做先，再做啦，咁啊分到去左路喺禁區裏面，係咪自己射啊？自己抽埋去，呢球抽高咗少少，不過唔緊要啦，領先到3-0。咁啊去到對面深深會有球罰球，一射穿過人群入網喎，好似。咁啊，但係見到
深深会入咗波嘅队员咧都唔算系特别兴奋啦。今日入波系洪景南，毕竟咧落后紧3-1啦，呢度穿咗人墙嘅，人墙可能企得有啲松散啊，我睇嘅话，咁系咪风军团下次企翻埋少少啊要？咁啊呢度再嚟咧都系黑衫嘅攻势，拐过一个抽埋去，可惜唔到目标，龙门咧都瞓咗去风近处噶啦已经。后场一脚清上嚟，俾人截到个波喎又，点样做？推过一个，传去中间。球证遮住咗，俾阿蜜蜂军团踩落底线，球证啊吹完场啦，最后蜜蜂军团赢3-1。2019时代足球联赛儿童足球训练班而家接受报名，欢迎大家登入我哋嘅网站或者浏览时代足球总会、时代足球学校 Facebook 了解详情，或者可以致电 WhatsApp 601266655查询。